下一位细菌，细菌，我特别喜欢细菌，因为他就是给人特别文静。哦，他要干嘛？因为他一直在申请，我还是顾一下他。来，一二三，开心。好嘞，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细菌，因为它特别可爱，然后也特别美丽。但是就是一直以来你都唱那种就是很柔美的歌曲，能不能满足我们一个小小的愿望呢？就是、唱一段摇滚呗。哦，完唱完全完全做你自己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、哦，那我就唱一首梁静茹的《燕尾蝶》啊。哦，是是是，来预备起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指望的恶魔，破碎的燕尾蝶，换作最后的美梦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，让我做燕尾蝶，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。谢谢。那你用你的那句话是好好摇滚怎么说英文？Rock you, rock you, rock you. 谢谢细菌 ，rock you, rock you.